能护佑你，他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天主，你召选了你的仆人泽基利亚领受再生的洗礼，使他们分享你教会的信德，以得永生。求你因这圣水的奥迹，引领他获得新的超性生命，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泽基利亚，为了度天主子女自由的生活，你弃绝罪恶吗？为脱离罪恶的奴役，你弃绝邪恶的诱惑吗？你弃绝万物之源的魔鬼吗？弃绝。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啊！我们一起来做信仰的宣誓，协同我们泽基利亚啊，以及今天要领受见证的弟兄姐妹。你们信全能的天主圣父创造天地吗？我信。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受苦受难，死而复活，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？我信。你们信圣神、圣劳公教会、诸圣的相通、罪过的赦免、肉身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吗？我信。坐啊，教友请坐。好，泽基利亚，现在我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。泽基利亚，借着洗礼，你已死于罪恶，获得新生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所以你应该穿上这件纯洁的白衣，并使它保持洁白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来临的日子，与他共享永生。亲爱的戴姆，请前来把基督的光明带给心灵洗的泽基利亚。泽基利亚，你在基督内已成为光明之子，应勉励自己在光明中生活、行动，保持信德，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，能和天上诸圣共迎于天庭。请领受见证的弟兄姐妹，你到前面来。